总统马英九卸任之前对南海主权的动作频频，今天上午他是在外交部演讲，从各种角度畅谈了南海议题，也呼吁新政府能够正视领土问题，不应该缺席。马总统在现场还随机抽考外交官员，有人准备充足，不过也有人被考倒。化身马老师，外交部开讲，讲的题目是他最关心的南海议题。太平岛它的法律地位，它是一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所称的岛屿，而不是一个岩礁。从法律讲到地理位置，台上滔滔不绝，还走下来看着投影片讲，台下的外交官们没人打瞌睡，屏气凝神，超专心。但真的都有听进去吗？随机抽问，考考看。如果是礁的话，就是那个就92海里的那个领海。嗯，是。对啊，那实际上差多少呢？276。276。对，那212。你没听清楚。答的是不错啦，只是马总统要求高，继续追问，外交部人员直冒冷汗，靠一旁同事打 pass。那么。报告总统，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那个是不是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 ？OK OK， 谢谢。好，知道，没问题。我看你们同仁也是欲罢不能那样的。实在欲罢不能，但时间真的不够，马总统还是要把握机会向新政府喊话。我当时跟蔡主席讲得很清楚，我说这个议题是领土议题啊，不能分党派的。这个立场上，希望民进党不要缺席啊，我们辛辛苦苦。花了这么多精神，让国际上知道了太平岛是个岛。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还有其他的想法的话，对我们国家是非常不利的。要蔡英文面对南海议题不能缺席，马总统一连串动作，除了亲自登岛，也邀媒体见证太平岛并不是礁，目的是想证明我国的主权。UDN TV 许维、萧炳仪台北报道。